我的锤子，我代艾泽拉斯发言。霍去处，被赠予这把锤子是我的荣幸，但你来拿走它，确实让我松了口气。我总觉得我还不够资格匹配他过往的事迹，就算是贝恩，也认为自己不够资格。 别这么说，要是你不够资格，我才不会把它交给你呢。不，麦格尼，破巨锤还是该由山脉之王持有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，一定要拯救世界。 重拾破巨锤的感觉真好。来吧，勇士，我们上攻了。安杜丁的间谍找不到恩若斯，你有什么收获吗？我的黑爪特务找遍各个角落都一无所获，真奇怪。在我的研究中。 我发现一个叫做奈奥罗萨的地方，那是一个险恶、充满犯罪的沉睡之城。但虚无擅长利用潜在的可能性。或许奈奥罗萨并不是实际存在于艾泽拉斯的地点，而是一个等着被实现的幻象。管它是什么，我们要把艾泽拉斯的泰坦防御系统准备好。 然后你和我们的勇士要去找个可以攻击的目标。这些岩石里藏着许多故事。母亲大人把新知识跟艾泽拉斯已知的泰坦设施建立连线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检查他们是不是都有正常运作。正在存取设施资讯，名称奥迪尔。 设施休眠中，固栓腐化残留程度在可接受的范围。若干能源牌安然无恙。恩若斯要的不是知识，存取的迹象。奈奥罗萨的崛起会摧毁我们所有的历史。 已知熔炉目前正常运作，守卫者已拒绝沟通程序。正在存取设施资讯，名称奥丹姆。错误，起源熔炉目前停止运作。停止运作？它怎么了？ 无法判定停止运作的根本原因。糟糕了。